Hello， 今日是 YUKKO 自學 ukulele 的第17日。咁咧，其實16日同17日咧，距離咗2個多月噶。咁真係太忙啦，好多藉口咁樣就冇彈到啦。咁今日有個藉口俾我彈翻咧，因為咧我出席咗呢個嘅 ukulele 嘅 gathering， 咁樣咧高手雲集。咁樣咧，我哋本身夾咗咧，大家一齊要夾 Stand By Me 呢首歌。咁唯獨我一個係。夾唔到啦，係咁甩啦，同埋跟唔到啦，好唔開心，好多遺憾啊！咁但係冇辦法啦，咁我又冇練習到，係咪？咁雖然可能練習到都跟唔到，咁好啦，咁我唯有喺 YouTube 度記錄我今日嘅失敗，同埋記錄我嘅成長，希望有一日咧會夾到。咁我決定咗，我會彈我唯一彈到嗰一段，希望我唔會甩啦。我試下先。好多手汗啦。門外開玩笑，滿了相約見，連月裡頭天天笑未甜。日記交換了，風雨擋住了，傻氣故事終不缺少。好啦，我彈到咁樣啦，咁希望我快啲有 ukulele 自學日記嘅第18日啦，希望快啲努力啲練習啦，希望係啦，俾心機 ，yes， 加油，拜拜。